保罗的平行世界，罢免老爸。老爸在家庭年度投票中垫底，可能被开除，主要原因是：一，我们家里只有你不是妈亲生的；二，每天早出晚归看不到你，要你干吗？三，你为家庭打拼赚的钱不会被我们开除；四，怕小三分走了我们的财产；五，谁叫你过去把我们管得这么严？